好，我们前面介绍过虚数的观念了，我们现在正式来介绍一下复数。其实复数的写法有两种写法，一个叫标准式，一个叫级式，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先介绍一下第一个标准式的写法。什么叫复数？它标准式写法写出来像这样子，力等于多少 ？a 加 bi， 像这种写法就是复数的标准式，这样行不行？怎么说？老师举例好不好？比如说有个复数写出来是几，像这样3加 4i， 有实数有虚数，有没有？这个合并起来我们就叫做复数，这样行不行？其中这实数的地方我们在数学上把它叫实部，这个有 i 虚数的地方我们在数学上就把它叫做虚部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什么叫复数？一个数是写出来像这样子 a 加 bi， 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在数学上把它称为什么？复数的标准式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没 i 的地方叫实部，有 i 的地方叫做虚部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这第一个观念。第二个，我再介绍一下复数相等。对两个标准式而言，假如说今天写出来像这样子a 加 bi 会等于 c 加 2i， 这样行不行？对这两个复数的标准式而言，当这两个相等的时候，老师可以知道这两复数要相等，可见实部和实部要一样，虚部和虚部要一样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也就是这没 i 的和没 i 的要一样，所以说基本上 a 要等于几？ c。有 i 的和有 i 要一样，可见 b 要等于几？猪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你先把这个观念整理一下，我马上看后面题目。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这有两个复数相等，求 a 乘 y 是多少？哎，你观察一下，题目说这两个复数相等，对吧？老师讲过。当两个复数相等的时候，我可以知道这没 i 的地方和没 i 的地方要一样，有 i 的和有 i 要一样，所以说也就是实部和实部一样，所以 3s 要等于 s 加 2， 这有 i 的地方叫什么部？虚部，所以说虚部和虚部要一样，所以 5y 会等于几？ 3y 减 4s， 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麻烦把 xy 把它算出来，把这移过去是几？ 2s 等于 2， 可见算出来 s 是几？ 1。 算出 x 之后，把 x 用1代进去，再把 3y 移过来， 2y 等于负 4， 算出来 y 就是几？负 2， 这样行不行？那今天要求多少？求 x 乘 y 嘛，所以说把这两相乘乘起来，答案是几？负 2， 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到这边麻烦你把这题整理一下，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下去。OK， 好，我来介绍一下复数的四则运算。这边哈，老师直接带题目来看，这样行不行？文字上叙述我们就不多说了，这样行不行？你看一下第一小题，他说这两个复数相加，告诉我怎么算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哦，你先去括号行不行？中间什么号？加号，所以直接把括号给去掉，变成4减 2i 减 2， 再加 4i， 行不行？麻烦你合并，合并是怎么合并？麻烦你实部和实部合并，虚部和虚部合并，也就是没 i 的和没 i 的在一起，有 i 的和有 i 的在一起。其中先看没 i 的好不好？4减2是几？二，再看有 i 的，负 i 加四 i， 二 i， 所以算出来是二加二 i， 这样行不行？这第一小题，再看第二小题，一样，这两个复数怎样相减怎么算？一样，把它去括号，但是去掉之前请注意一下，括号外面什么号？负号，所以把它去掉是变成负二减二 i， 对吧？所以说麻烦有法合并，一减二是几？负一，负三减五 i， 负三减二 i， 负五 i， 所以算出来是负一
减五 i， 这样行不行？再看第三小例怎么算？哎，这两个复数相乘怎么乘？一样，乘法有什么率？分配率。麻烦你一个一个把它分配过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，首先你看一下，一乘三是几？三，再一乘负 i 是几？负 i。负 i 乘三，负六 i。负 i 乘负 i， 负的正，加上两倍的 i 平方，行不行？写到这边，告诉我 i 平方是多少？负一。二乘负一是几？负二。所以说把这边合并，三减二是几？一。所以算出来是负一减掉几 i？ 七 i， 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我再一次好不好？因为 i 平方多少？负一嘛。二乘负一，负二。三减二，一。负 i 减六 i， 负七 i， 数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这个第三小题的地方，再看第四小题。这两个复数相除怎么算？麻烦你注意一下，什么叫 i？i 叫 i 叫做根号负一。所以说把这边化简时，请注意听，我们在数学当中喜不喜欢分母有根号？不喜欢。碰到分母有根号怎么办？麻烦你把结案有理化。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什么叫 i？i 是根号的化身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时候化简什么化简？麻烦你就利用有理化技巧去把它化简，这样行不行？你看一下，这时候有理化是针对谁？分母。这边是二减 i， 怎么有理化？把分子分母上下同乘，二加 i 永恒了。所以说把这两相乘，来怎么乘？相乘时先把分母乘分母，分子乘分子，先看分母。a 减 b，a 加 b， 乘起来是 a 平方减掉 b 平方，二平方四，再去减掉 i 平方，是出来了。之后这也是一样，分子的地方麻烦你好不好？把它相乘，用分配率一个一个慢慢乘。一乘二是几？二。一乘 i 是几 ？i。二 i 乘二，四 i。2i 乘 i 加上两倍的 i 平方是出来了。这时候你看一下，这个 i 平方多少？负一。四减掉负一，四加一是几？五。再看分子，这 i 平方是负一，二乘负一负二，二和负二是消掉的。i 加 4i， 5i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 5i 除以5，算出来答案就是几 ？i 是出来了。到这边麻烦你齁，把我们复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去把它做个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下去， OK。